叫鸡庭，好，这个地方三角鸡庭，好，一样是推的动作，是往上推，对吗？好，好多拳，好，这边一样是有八十、九十，超过九十，所以在八十到九十之间，好，这边是前臂跟地面成垂直，好，那边紧，好，好，那后面触杠是不是抓手腕？这次的重量会在什么？脖子上，来上。好，手腕跟肩膀是要成一个直线。好，如果是这样子，如果是拿哑铃，这样是肩关节是有压力。好，那所以这边是要成垂直。所以弹力带跟哑铃这边跟这边是要成直线，可以吗？好，来下，上，下，上。好，那如果你要让他习惯发力呢，你可以这样子稍微站着推压的。就在手伸直，对，到这边，这边是跟这边是在垂直，可以吗？好，那我是，就比喻，好，在手腕边上，一般我是会坐在是不是就是长条下面的垂直的，好，所以呢，我是会站在后面来上直线，下直线，上。好，再来换上一段。好，好，那弹力带呢？好，这边手腕要正，手腕要正。好，有分颈后跟胸肌圈。那颈后来讲的话，这个手都是会外转，外转的话是前侧关节啊，是不是就比较容易会有压力？好，所以有时候我会颈后，那如果它够强，是不是还好？好，所以来上，对，这边手腕正，这是直线，好，下手腕去，好，手伸直，好下，可以吗？好，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是一对一的，我们会加强度跟减强度。好，上，发上带一下，下，好，再来上，往下一下就是增强。好，再来，再上，是有重力、弹力、力学的压力。好，这次就是现场教学的时候的微调，看你要怎么调整。好，但是。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三角肌？好，来，这个换到前面。好，上，可以吗？下，就是弹力带是不是在前面？可以吗？好，再是。这边的后背肌要往前下，前面好往上推，后背肌要这边，好再推，这边收，这边前，往上，可以吗？推到上面来，往下，所以身体会有一个，会有一个。是不是会有前后稍微有点前，可以吗？反正这边嘛，这里会有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后背要紧紧锁住，这样推上去。好，但是现场考会这个会稍微有点，可以吗？就比较好练一下。好，这一般人是不是就是站姿的杠铃推拳，手会用到这些技巧。了解吗 ？OK， 好，来我们三分钟练习一下，来我们教一下新的动作。好，来大家起来，把手放上去。好，往上推。来，这边这样，这样子往上。所以拿个重物，对，抓起来，然后这边是往上放到高的位置。
可以吗？这叫军事推举，可以吗？军人式推举。好，所以一般高龄者的练习的话，这个是我们在练肌肉，但是这个是表面练功能，所以我说拿重物是不是要摆到上面去，叫军事推举，可以吗？好，所以我们是不是拿着哑铃啊，拿着球啊，就是类似的放在这个高位置，可以吗？好，军事推举。好，我们到这边很像。那在军中做的是什么？是什么？是不是就超枪术？就是军事推举，对吧？所以这一个，所以你要放学。啊，所以我们在肩上里面是不是有的？这个是什么？宽的，这是额状面的肩上推举，这是窄的，是矢状面的肩上推举，这叫军事推举，对吧？那手要夹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在什么？这种面，矢状面，这是在。额状面，但是要脸是在前面一点点，因为正侧边是会有夹子，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吗？好，军事推举。好，所以这个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我们会用哑铃。好，所以你教这个是不是也是三角肌的训练？可以吗？三角肌训练，三角肌训练，可以吗？这样了解吗？是军事推举。好，再来呢，第二个我是拿着哑铃，好，站起来一下，压，到这边侧起，好，记住不可以正侧面哦，正侧面是不是超过90度？我们的肌上肌的肌腱跟肩峰下滑板刚好夹到，这个会有夹脊症候群，对吗？好，所以正侧起，超过90度。叫找死嘛，可以吗？所以很多人在健身房是不是练肌肉是这样子，拿着哑铃这样子，腹展是不是超过水平面？所以这边的肌腱跟中间的踝掌是不是胖胖胖，是中间加粗？所以很多肌肉很大，但里面都坏掉，里面肌腱是不是都坏掉？可以吗？所以你要练三角肌，但是不可以在这超过，所以你可以手摆在这边是斜。这个提了，可以吗？但是另外一个，有些人就这样子，这样子，这边上臂这边还是正正，懂意思吗？这样还是正正，看起来好像不是，但实际上还是正正，可以吗？所以要摆前面，这是一样的，和三角肌是有连接的，可以吗？好，三角肌，好，再来这个前屈，好，好，摸一下你的。前三角肌跟部分中三角肌是训练，所以这个是不是三角肌的训练？上，对吗？这叫 front rise， 是不是就是前屈？这叫 lateral rise， 侧屈，对吗？是不是都是三角肌的训练？现在了解了，好，再来，把力量。这样子是很强的，所以你可以单脚，这样是相对就短一点点，对吗？这是前屈，好，手伸直，好，手整个直臂往上，它可以微微往上，好，那膝盖可以微弯，是相对就不会那么强，上去，那微弯太多会变成弓箭步。脚很酸了，好，所以微微上，这样上，这样，好，再来，来这交叉，还是在交叉，交叉上，好，来膝盖微弯，上去。有感觉吗？ OK， 这样是不是有练到你的三角形？
可是里面的肌群是要维持稳定，是肩关节里面的部分，不像肌群在头部。可以吗？有问题 ？OK， 这个是不是训练三角肌的？好，那再来呢？相对比较简单的，简单的训练，好，我们猜一条，啊这边。所以你要依照把肌力量对象，加上的力线去围绕去
别克会有夹起来，看重，所以刚才是比较简单的这样。好，再来，好，一个拿两个都有弹力带，好，拿弹力带。OK， 不要踩弹力带。Thank you.
所以这样一开始就走。这样非常清楚吗？这样子都是可以训练的动作。其实教练这些肌群是还有动作，但是好，这样就差不多了，那再继续加下去。OK， 好，这样可以吗？好，肱三头肌伸展，有没有？刚刚有没有教？有吧，就是后背肌，所以先做肱三头肌伸展，是再做提侧的。OK， 好，来，再来，我们要针对几个肌群啊，肌群，还有哪些肌群没有教？下背、腹部，是不是还有臀部？了解吗？另外还有胯腰、内收肌。好，那我看一下，好，所以腹肌是不是就是同一个肌群？但是背肌是不是有三个肌群？就是乔氏刚才说的三个肌群，但是不同的体型是不是肌群参与度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单脚的时候，是不是腿后肌参与就更多？可以吗？好，那双脚的话，是不是就是看？要推多高，推到平之后，所以足大肌的参与比较多。那如果脚筋勾起来的话，就相对足大肌会参与更多一点点。这样理解吗？好，那考试的时候，如果考试足大肌的训练，可以用乔氏吗？其实是可以的，他也不能说有错，只是他是多个动作参与，但是我是要找单一的训练足大肌的。了解，你要知道单一训练的那是怎么练，因为刚才比较偏肱门肌跟臀地肌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针对我若臀大肌，我要修饰它线条或增加它功能要怎么练，可以吗？好，那我们看一下，来，好，请放松，对吗？有些人是脚
快速移动是不是在这个叫运动员姿势，是在二分之一蹲的姿势，就是偏，就要瞬间推的。那如果偏的时候是这样子，是这样翻，是不是就是踝关节要扭伤 ？OK， 好，二分之一蹲，哎，那控制自己的颠，是不是要直接是这样子，不要这样子 ？OK 吗？你发现是不是连控制是不是歪来歪去，就代表踝关节是不稳定，就是相对就是比较容易伤，翻一点。所以你看，所以这个是不是有强度的？所以一般我们会先坐在椅子上先练的，是不是先只有练的动作？可以吗？好，那一般的话我会怎么练呢？看一下，那个是坐在椅子上，是不是这样练？可以吗？就单纯。那健身房是不是有这个器材？是不是练这一个？但是很多。因为他知道这个重要性，所以相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动作，但是很少人去练这个动作。那因为这个动作是没有力的话，是相对是踝关节就很紧张，这样理解吧 ？OK， 好，所以这是小腿的腓肠肌跟髌骨肌，所以教的话就是直接是教半天或全天。好，那另外一个，好，左脚放上来。对，都相信。好，半天，是不是要扶着东西才做得到？这个强度是不是太强？对吧？是不是要扶着椅子？所以一般的话，踝关节扭伤之后，逐渐是不是要做一些呢？有人眼睛闭上，还没有闭上眼睛的，是不是？还有闭眼的，是不是就是训练？好，双脚，来双脚，来，脚到扶着椅子，好，眼睛闭上，半天。一个颠不起来，第二是就是控制不会有问题，好，放在方向，所以这个代表是不是要完全是靠脚的？因为视觉，你刚才平衡是靠视觉，那先把视觉关掉，是不是靠本体觉？是不是还有周边的肌肉力量？对吗？所以这个放在视线的时候，就要闭上眼睛。好，不是你现在至少是在做视线 ，OK 吗？所以就开眼练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吗？好，那另外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是叫臀中肌。臀中肌如果没有力的话，所以我们在站姿如果单脚支撑的时候，是不是就没力，就容易跌倒？所以跟预防跌倒、跟运动表现上的绝大的关系，这是最先强调的这个臀中肌的训练。好，那我们最简单的是不是先，来，先坐下来。好，来。标准动作是这样就有强度了，因为它臀中肌不一定会有效的发力，因为刚才看他脚转的角度，就在代表他平常不是用，没有有效的发力。对，好，那我们的好在这边好停住，把下一只脚抬起来。好，这是核心跟臀中肌的力训练，对吗？就像这个强度会高点，但是教臀中肌就刚才。好，来，请再讲一下。对。
般现在是运动员是在股东肌的活化，是侧向会对吗？这也是股东肌的训练。好，再来。
可以吗？腿后肌用弹力带，一个是趴着的，一个是站姿或勾的。好，来，腿后肌的练到，在踩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脚伸直，往后抬是很大肌的，然后踩的是加快打开是臀后肌，可以吗？就长度不一样，就会练到都会。好，如果扶着椅子的，是不是就是靠近着的？那如果一般人是就有弹力带，所以就用刚才的部分来训练这个臀大肌啊、臀中肌啊，跟腿后肌是弹力带，这样理解吗？OK， 好，来，我换新动作，新动作，来，先教完，我就再做模拟考试给大家看。好 ，OK， 来，再来是请站起来，我们肌群还没伸展到，大腿后，腿后肌肌群，好，来，右脚往前踩，踩小步，脚踩，好，髋屈，所以前脚伸直，后脚膝盖微弯，好，往下坐。再往下做，好，再例如微微往上抬，就感觉腿后肌被拉长。好，双手要放在很平衡，双手放在大腿上面，但是不可以放在膝盖的位置。你放在膝盖的地方是不是就错了？所以做膝盖关节是有压力，对吗？所以不管你怎么做，你放在一般我会这样做，放在弯曲脚上面，但是骨盆它朝着前方。另外一个是放在双脚大腿上面，对吗？好，再来是要增加强度。哎，现在这个位置要增加强度，请把脚先勾起来，有感觉吗？是不是连小腿是不是一起伸展？这样可以吗？好，换脚。好，右脚往前踩，小腹。好，屈髋，把背打直。好，往下坐。双手放在弯曲的腿上面，或是大腿上面。好，往下坐，再往下坐。好，屁股再微微往上翘一点点。这样伸展到吗？好，再请把脚尖稍微抬起来。好，那有些人能力好就可以直接抓脚尖。好，但抓脚尖有些姿势就跑掉了，就不要教抓脚尖，就刚才的姿势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单纯脚板踩的是不是腿后肌伸展？那脚尖勾起来是不是腿后加小腿？对吗？好，那如果高龄者跟孕妇呢？是是坐在椅子。好，但是我孕妇已经八九个月，这样子是不是就有点建议是不是有可能卡到？那怎么办？所以高龄者是可以这样做。好，这样就好，肚子不会到很大，对吧？扶着椅子或扶着墙壁，所以一样是做这样腿后肌的伸展就可以了。这样清楚吗？好，那腿后肌的训练，但是还有一些的哈，四足跪姿。第一个，你是要教怎么坐在球上面，怎么躺下了。
般的话，如果是这个摩擦力没有太大的话，是不是就滑掉了？所以我们这边要有个东西给你，对吗？所以我是先扶着球，先是往下，往下，往下，直到下背这个阶段，对吗？双手放在大腿上面，好，这是第一个动作，好，这是会滑的，对不对？会滑。屈腕肌是反过来，上下。
样叫往上练是深蹲的肌力训练，往下是伸展肌的伸展操，啊，对吗？这是伸展这一个。所以假设你打电脑打很久，是飘过来飘一步，是这边的肌肉是练紧绷，所以是往下放松这个肌肉，是不是可以减少电脑手伸展隧道这种需求？对吗？这是终极你真的知道，是也要知道的。这个伸缓肌一般做的比较紧，打滑鼠啊、写字啊，是不是都是这个伸缓？这边肌肉是不是太紧？那相对是不是就容易会有些往左走、往隧道之后产生？好，所以反向往下，可以吗？好，那如果是屈缓肌，屈缓肌是这边，好，那太紧的情况下就容易会有高往左走，所以内侧这边的往左走比较高的。可以吗？这是站姿的。好，那如果是跪姿的，好，如果有垫子，来请坐。动态伸展会用这一种，好，再换脚，好，是有平衡跟肌力跟伸展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动态的伸展要求选手换脚，是要专注还要控制，准备待会要更强硬，这样动态的伸展会放一些，所以刚才的部分好，高龄者。臀大肌伸展你要选哪一个？就是在椅上面这一组，对吧？好，孕妇的也差不多了，可以。好，那坐着可不可以？
再来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肌群，这个海边的肌群，这边从属心部这一条，这个叫腰大肌，对吗？所以我们讲髂腰肌里面有髂肌、腰大肌、腰小肌，所以这边是腰肌，在这边。啊，这髂腰肌是协助我们屈髋跟身体快速移动最主要的肌肉，所以这个肌肉呢，是不是相对是都容易紧绷？紧绷会拉伸腰椎，就容易有腰痛的问题。啊，所以有些人下背痛是因为髂腰肌太紧张。好，所以呢，我们先做第一个，好，一往前踩，弓箭步，可以吗？这预备动作。好，二往下做。好，是不是有稍微伸展到后脚？好，后脚的臀部往前推，抬到挺胸，核心不能跑掉，有伸展到吗？好，再双手往下，好，再稍微微向后，有伸展到吗 ？OK， 好，然后再次，好，那请你知道这个孕妇，好做腿后肌的伸展，请你知道这个倒立者。你也知道这个啊，有就是慢马拉松的选手是协助他做小腿后伸展。请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前臂紧绷的伸缓肌太紧的情况下，协助他做伸缓肌的伸展？我看伸缓肌是哪一个？这个地方啊，伸展是哪一个？往哪边？是往下。所以很多人是不是就正往下这一个？因为他不知道伸缓、屈缓它的差异在什么，这样了解吗？所以回去的话，这个抗力球、弹力带，这些是要搞清楚。那高龄者、孕妇、下背痛者，是不是就是要稍微知道他的一些调整？下背痛是多了什么？背部的支撑嘛，对不对？背要靠好，身体要拿好，就是背的压力不要太大就可以。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要吃饭了。吃饭，好，因为不过今天我是不是能讲，我是不是尽量讲，谢谢，对吗？好，回去就是好好准备，啊，技术一定要练习，一定要练习，所以你要要有把握了，就是说每一个肌群是不是要用不同器材跟特殊族群是不是要怎么去考量，啊，你的策略是什么？你考试的策略是什么？要去研究一下 ，OK， 好，那即使这张考过也是开始。因为运动指导能力它是很广，不是只有这样子的，就这样。好，那我们今天上课上到这，谢谢大家。